你既然都打算回国了，干嘛还要多待一年？我想开一间新式的台球房，因为我要打比赛赢奖金。你是说你想复出？我可能还是想打球。我特别高兴你能够回来继续打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你都还有我呀，林阳。我就是你人生的退路，往前走吧，你身后有人。林阳，欢迎回国，欢迎回家。